Hello，吃饭了。今天吃的做的那个红烧肉，还有一个猪啃肠，再来一个鸭血配辣椒炒的。还有一个腊八蒜。先尝一下这个，配个米饭。哇，是。好久没吃鸭血了。红烧肉，太烫，吹一下。香，你要不要来一块？我不要。不了。我喜欢吃这个。猪混汤。这次买的猪啃肠也好吃，如果烧的好吃，但是不苦，有的苦，你吃点辣椒，这一口很过瘾。